谢谢你为奶奶做的这些事，当时我还那么误会你。只要结局是好的，不是吗？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对不起，我昨天应该说了很多让你很难过的话，你应该很伤心吧？我都已经忘了，可能这就是作为人工智能的好处吧。 那你想知道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吗？我只想今天和你在一起，昨天的事情留在昨天，明天的事情交给明天，我们一起记住当下，一起最开心的事情，好吗？嗯。对不起，石头，我真是个胆小鬼。 馒头，相信我，我们一定可以一直在一起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